咱们先把这个小鱼儿咱先炖吃它，来点纯绿色江水炖江鱼，在这儿就可以炖。对，在这儿就炖，咱随时都带着锅呀。时间长冷了饿了就喝点鱼汤。清冽的江水，新鲜的江鱼，在被冰雪覆盖的江面上，孙大哥要带我们来一次荒野求生般的探险之旅。这是最地地道道的这个原生态 啊，就是来的客人也都想感受这种感觉。哎，孙大哥啊，咱们这个天怎么黑的那么早？咱北极这一块啊，到冬天黑天就是早，3点半左右就黑天了。而且今天呢，看这样有点下雪，还阴天，黑天更早了。开锅了，开锅了，下雨。孙大哥仅凭两瓢江水、几条江鱼，就魔术般的变出了一锅热气腾腾、颜色奶白、鲜味十足的鱼汤。来吧，快来点热乎鱼汤喝吧。鲜了吧？太好喝了，太鲜了，好喝。我是人生第一次。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，这么艰苦的情况下做出一锅鱼汤，我觉得这个鱼汤应该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鱼汤了。